4月26日，国际高阶潮流平台 INX 于上海开启2019 AW 发布会。INX 品牌代言人蛙种杨健、人气偶像朱振廷、新晋演员费启鸣等一众艺术家纷纷现身出席观秀，共同见证 INX 闪耀时刻。当天，品牌携手人气小生朱振廷，合力打造前卫感十足的先锋舞台。朱振廷帅气亮相，他身着长风衣搭配白 T、脚踩运动鞋、边身酷帅街头 boy。在采访中，朱振廷分享了对于时尚的见解与现场看秀的感受。其实我觉得时尚的我自己的态度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喜欢多元化一点。对，其实这一次看完秀的话，就是觉得是很多风格他们进行一种碰撞的感觉，我觉得还是蛮新颖蛮酷的。谈及在秀场中印象深刻的事物，朱振廷表示，其实我觉得印象让我深刻的地方还蛮多的，他的每一个设计，有一条裤子还蛮不错，对，让我印象还挺深刻。对，就是它的整体感觉就蛮宽松，然后就是怎么说呢，让我看到了设计师在他这条裤子上倾尽心血的感觉，就很多设计混合到一起的感觉还蛮不错的。谈及购物体验，朱振廷分享了购物心得。我的话，其实我有时候是在网上看到图片，但是我更多的话会选择去门店逛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亲眼看到实物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那样更加能够感受到设计师对这个衣服的理念。INX 本季大量运用中国龙图腾、西域绘画作为设计元素，连接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时装的再生纽带，携手艺术家组合鸟头探索艺术潮流表达。同时 INX 与国际时装品牌带来的三组联名系列亮相发布会，设计师本人亲临现场见证发布会。 INX 本次还邀请到唱作歌手周汤豪，发布会结束后身着品牌秀款的周汤豪走上秀场中央，同时现场还设有玄能艺术展示区，银色未来质感墙面背景下，品牌合作漫画艺术家江丽莎、街头艺术家庞凡的艺术作品以多样的方式呈现。相信有了众多潮流偶像的助力， INX 一定能够引领中国潮流前沿。